哇，幾好喎、啊！有咗呢一個公仔頭之後咧，我發噏風嗰啲咧就可以沿途一路揸車一路講。雖然以前都可以，不過以前就影住前面啊嘛，咁啊睇嘅嘢咪唔同咯。剪草嘅嘢做曬啦，跟住而家咧就去完麥當勞買咖啡，指定動作啦。喺夏天呢個時候，一蚊杯，好開心噶。咁而家咧就離開呢個小鎮叫做 Angus。而家 pandemic 我仲未能夠帶大家睇下呢個附近有啲乜嘢啦，主要有個軍營。亦都近康打車廠，咁所以翻工嘅人多數都係做呢兩個行業噶啦，唔係軍人就係康打比較即係多，或者退咗休啦。咁軍營嗰度咧係又唔算係自由進出嘅，佢有一個有一個閘口，但係唔係成日有人嘅。咁如果你想入軍營嗰個範圍咧，你去到咁啊，有人嘅話咧，佢哋話俾佢聽，我入去行下，我去個博物館，咁佢俾你入去噶啦。咁如果你噏唔出嘅，梗係唔俾你入啦。不過你話去博物館咧，次次都 work 嘅。咁有時個閘啊冇人嘅，冇人嘅，我咪自己隨便入去咯。入到軍營咧，裏邊有好多唔同嘅街道同埋建築物嘅，有教堂，有會所，有泳池，有學校，乜都有嘅。其中有一個免費博物館咧，係軍事博物館啊，好值得去嘅，唔使錢嘅。有啲坦克車啊、飛機啊、啲二戰嘅軍事設備啊。我嗰陣時咧諗過話啊，退咗休咧就去呢一個軍事博物館嗰度做義工，因為我對機械有常識啦，就可以幫佢維修一下啲機械啊咁嘅嘢。咁啊，但係事與願違啦，到我退休嘅真係退休嘅時候又搬鬼翻內馬鹹喎，咁啊變咗個計劃又 postpone 咗啦。睇下啲街道啦，呢個係 Angus 嗰條主要嘅街道，大概住咗10,000+人咁啦，咩寧靜嘅小鎮咯。咁有超市，主要間超市係 Sobey， 有間 No Feel。hardware 嘅嘢，即係佢五金用品咧，就得間 Home Hardware， 咁啊屬於比較細啲嘅鎮。平時我成日介紹即係 Alliston 啊嘛，呢個係而家呢個係 Angus， 咁亦都係有條河經過嘅。咁一啲月份嘅時候咧，就好多人去嗰度釣魚。而家咧同大家入去一個 Pasa 仔。呢度有間日本壽司鋪啦，有間 Giant Tiger， 我哋都好中意幫襯 Giant Tiger 咧，因為佢係全資加拿大擁有嘅，幫襯翻加拿大人。咁另外有一間喺 local 係一啲救嗰啲叫做咩啊，救世軍咁嘅嘢啦。我哋來往都會捐一啲衫，捐一啲雜物，咁佢就會直接喺個鋪位度變賣，就賺咗啲錢之後都係攞去捐嘅。咁每年有一個報告，啲錢今個年賺咗幾多錢，咁就捐咗幾多錢俾邊間教會，或者一個某一個福利機構，或者一啲無家可歸者中心咁樣，比較直接。因為你捐商咧，去嗰啲救世軍嗰啲商仔喺街邊嗰啲咧，其實好多時唔係直接到位嘅啲錢，嗰啲公司其實係抽傭嘅，佢擺咗啲箱喺度。變賣咗嗰啲衫咧，可能10%或者5% 先至去到嗰啲福利機構，只係用咗佢哋嘅名。咁但係福利機構都認為好過冇啊，因為係唔使佢任何運作啊嘛，所以就用咗個名。好似呢啲咁 local 嘅咧，就係、是、直接冇用任何中間人，咁直接捐啲即係賣到嘅錢就係救助翻即係 local 嘅，可能有啲叫露宿者呢度嘅 local 露宿者之家啊，貓狗嘅救援中心啊咁樣。入去揀下，睇下冇嘢啱先。嗱，咁入咗嚟，入咗嚟就睇下啲衫啱唔啱啦。都係啲家居雜物，好似搞 sale 咁咯。
嗱，見到咩叫做 not in back cell 咧？即係話有時嗰啲衫褲咧就會係會俾一個大少少嘅膠袋你，咁你咧一次過擠滿個膠袋咧就係一個價錢，通常係5蚊，5蚊買你買到幾多件，你擠到幾多件衫落去都係5蚊。全部嘢咧都係人哋捐出嚟嘅。簡單睇下呢件15蚊，呢件20蚊。即係如果佢冇話 not in cool 個 back sell 嘛，咁所以你將呢件嘢執得到落個袋度咧。個膠袋度咧都係5蚊嘅。睇下呢度咧，呢個燈好大隻喎，15蚊。好啦，而家離開啦，冇乜特別嘢揀到啊。其實即係西方社會咧，好多時都會有呢一啲你叫故衣鋪又好，乜都得啦，二手衫又好，乜都好啦。其實一個好普通嘅文化嚟嘅。你話我介唔介意著呢啲二手嘅衫？我覺得完全冇問題。我覺得真係冇問題。有啲覺得好靚添，有啲係新嘅。咁人哋捐出嚟啊，連個牌都起埋到啊！好多時揀到好嘢噶，又即係等於好似舊 last sale 咁樣。今年 pandemic 就冇得舊 last sale 啦。平時我哋一到五月份開始喺呢啲小鎮嗰度咧，經常有舊 last sale， 咁啊買下嘢講下價，好開心噶。呢個是西方人的文化，不知道我很接受，我很喜歡。除了衣服，他還有其他東西，可能是一些五金用品啦，BB 仔用品啦，最多啦，因為小朋友大得快，很多小孩子衣服就不適合穿，不如捐了他啦。這個文化，你不適合用的東西，別人去嘗試去購買，沒什麼問題啊。得到的錢亦都是捐的，但我們在多倫多很少會找到這些、啊、你只會見到街邊有個箱，你塞了下去就當完了件事，但其實錢其實還可以發揮得更好的用途，可以直接去到受惠的機構。